在路上你的事儿上。谢谢那个一个泡面粥。那个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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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你要给我当个意外也不用的，真的。我的粮食全都五千了，我吃的粮食基本都是粮食粮食八百，都是四百，都是买不起的。我们家还有五千块钱，五千八百，这边那边现在刚好五百了。